我是蕾蕾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超商零食大 PK。那抽到打叉的人就不能吃。那有请爸爸妈妈出场。那第一局先由爸爸来做签。那我们游戏开始。好，蕾蕾先抽。一二三，拿出来啊！好了吗？拿了，换妈妈。好，换我。好，答案答案揭晓来。三二一，谁抽的？这是我。雷爸先抽，好，换我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换蕾蕾。好，箱子拿走，来。好，揭晓答案。一、二、三。对。哒哒。耶，我有。贴在哪里？我蕾蕾，给我打死蕾蕾！恭喜！第三局，第三局 Go！ 好，这一局爸爸先。我蕾蕾。抽到了吗？对。好。好。答案揭晓。三二一。打叉的是我。好好笑。一人一局。一人打叉一个耶。那我这是平手。平手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局 ，Let's go。Go。因为平手，所以。我们来剪刀石头布，最输的人要来做签哦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爸爸输，我做签。好，这还不一定哦。好，我们眼罩戴起来。好，开始抽。好，妈妈先抽。哇，这个一二三，好，我来了。好的，我们来揭晓答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是我。妈妈输。这是我们的战利品。那我们先来吃饼干。来，这个是什么？黑糖奇米心。它这个是跟乖乖跟星宇航空合作的哦。来试试看呢、啊，限量口味。哎，先吃好了。有了有了，可以。哇，好香的味道哦。哇，长这样子，星星造型，好可爱哦。再吃一个，好吃吗？嗯。味道如何？闻的时候很像黑糖波霸，可是吃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像。珍珠，可是脆的珍珠，哦、脆的黑糖珍 珠奶茶的口味的，对，可是没有奶茶，就浓浓的黑糖涌上来，对，超香的。嗯，爸爸妈妈，妈妈的是波特多跟星宇航空合作的洋芋片哦，什么口味？这个是泰式打包喽，耶、哇，好香哦，有。有那个酸酸辣辣的感觉，
你那什么表情？我不喜欢的吧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点像那个打包猪的感觉，好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嗯，也不能说甜甜啦，酸酸辣辣的，好喝。好，换爸爸。我的是波特多法式松露奶油风味松露的呢。我的是最高级的法式。哇，松露的味道果然有，一打开有那种松露的那种味道。好吃吗？不错哦，很香，很香，很脆。一片接一片。换饮料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巧克力。原来都是这个72%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是77的可可多酚，72%巧克力。那个松露的味道一直在回响。来试试看。盖起来。看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么大块、欸！好，好，把它用一半，再吃一点。嗯，好吃吧？72%，其实没什么苦味，它就是只会让你感觉到没有很甜的感觉，嗯，没什么苦味。嗯，好，换我介绍喽。接下来妈妈是麦提莎，麦芽脆心巧克力。哇，很特殊的口味耶！耶，像不错的样子。对呀、啊，这一起抽到还不错。这样子。对。咬下去呢？嗯，入口即化，里面白白的，这样看不到。牛奶，牛奶味道。麦芽。麦芽加牛奶的味道，很香。这个很好吃，推荐哦。好，换宝宝。接下来我的是 NNS 的牛奶巧克力。哦 ，NNS 的，哇 ，NNS 来了，哎、欸，里面有巧克力豆哎、欸，哦，里面有很小很小颗的 NNS 巧克力豆，好吃，这个更好吃。接下来我的是苹果乳酸菌饮料，可尔必斯的哦。对，妈妈没有饮料了。那这一瓶是日本进口的。好，来。耶、它是那种喝完后劲会有一个浓浓的苹果香出来，而且是甜味哦，不是那种酸味。好，换宝宝。我的也是可尔必斯，是蔬果的口味。有点像波蜜果菜汁加在可尔必斯里面，蛮好喝的。苹果味道还蛮浓的，跟它有点类似，但是我是有还有红萝卜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蔬果，好喝。妈妈没有饮料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始吃了，妈妈不能吃。妈妈追速不能吃，我们开始吃了。哦、交换吃。好。有我。哇。好吃吧？你等下要不要吃给我的？还蛮特别的。三包饼干，你最喜欢吃哪一包？我最喜欢吃这一包。